本节目内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踢爆万人高噏，结构正确论述，炼狱恐惧教室。好，咁啊嚟到第三节炼狱恐惧教室。咁因为头先超晒时，讲唔到我想讲嘅嘢，都好嘅，因祸得福。因为呢单嘢咧，其实我觉得咧喺免费环节讲都仲好嘅。咁啊，其实今日啱啱发生嘅新闻，当然啦，呢个我哋星期一录音噶啦，咁就星期二就其实已经隔咗一日啦。咁就系咧，系喺今日星期一嘅下昼啦，就先系呢一个嘅埃及啦，跟住咧就去到沙地啦，然后就巴林啦，最后就系联合即系 UAE 啦，呢一个阿联酋啦，就宣布咧系同卡塔爾斷交。咁啊唔單止咧驅逐咗卡塔爾嘅當地嘅大使啦，咁啊甚至乎巴林咧就直頭係立刻截斷咗呢一個卡塔爾嘅航班。但本身佢哋唔係好 friend 嘅咩？點解突然間出事？甚至乎大家都知啦，而家也門咧，佢哋係聯阿拉伯聯軍係同伊朗嗰啲咁嘅胡塞武裝十二派啊嘛，即刻喺呢一個阿拉伯嘅聯軍嘅名單又驅除咗呢一個卡塔爾。卡塔爾資助好多錢喎。好啦，咁啊究竟係咩事咧？其實咧佢哋自己本身咧喺五月嘅時候，即係依家有好多外媒報道啦。咁我要簡單講俾大家聽，即係直到而家依刻，我唔知聽日點啦。即係依家有好多嗰啲咩，即係台灣媒體又好，香港媒體又好，我哋嘅著名國際關係達人啊，沈大師又好，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就埃及咧喺係啊，沈振營啦，沈大師啦。咁就五月底嘅時候咧，其實咧呢個卡塔爾電視台咧就被 hack， 聲稱被 hack 啦，跟住就播咗一啲嘅片段啦，就話咧其實嗰啲嘅卡塔爾嘅王即係領導人啊，就對於咧係即係呢一個嘅沙地啊，或者係呢啲阿拉伯嘅盟友咧，就同呢一個嘅美國咧太過密切，就表示不滿，有講話咧係呢一個咧佢哋諗住咧係同呢個伊朗咧係即係可以達成一啲比較友好嘅情嘅關係咧，其實係即係當然啦，講完曬呢啲嘢之後就其實我係被 hack 㗎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嗰啲巴林啊、UAE 啊、沙地嗰啲就好乸火滾啦，就即刻全部封鎖呢個阿拉伯半島電視台啦。封鎖曬所有卡塔爾資助嗰啲嘅新聞網站咧，就作為一個抗議嘅。咁佢就覺得呢件事咧，就直接影響咗咧，係呢一個嘅卡塔爾今次嘅斷交事件。喂，但係其實唔係喎，我咧就即刻咧上去半島電視台啦。其實我係唔係咁，其實肯係真嘅，因為所有嘅媒體都有講啦。哇！但卡塔爾會咁嘅態度咁搞笑。係啦，咁啊，但係當然啦，其實如果原因嚟講咧，大家都知卡塔爾本身其實都有好多嘢係同佢哋嘅阿拉伯盟友係，即係所有海灣國家嘅盟友係有一個分歧。譬如我哋講佢係呢一個嘅反對穆斯林兄弟會啦，咁唔係佢係支持呢個穆斯林兄弟會，但係就埃及就反對噶嘛，因為穆斯林兄弟會太極端嘛。咁啊，另外就係我哋講話咧，佢係同呢一個嘅沙特啊、巴林啊喺呢一個嘅即係阿拉伯事務上都係有一啲嘅衝突嘅。咁但係咧，我即係當然啦，啲人講完新聞咁，我睇下半島視台電視台咁，即係要睇卡塔爾，梗係睇半島視台講咩。咁佢哋仲有一單新聞就講係十幾個鐘前發生嘅啫，即係喺我哋依家做節目之前啊，佢就話原來咧，呢一個阿聯酋咧，佢有一啲嘅電郵咧，就俾人哋泄露咗出嚟，就係同華盛頓咧，即係呢一個政府咧，係有一啲交涉嘅。咁入邊有講過啲咩咧？佢就話：喂，原來啊，呢一個嘅阿聯酋同華盛頓政府，或者即係我哋講啊，呢一個美國政府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咁而佢借助呢種密切嘅關係咧，就派咗一啲嘅說客咧，就去離間美國同埋科威特同埋卡塔爾嘅關係。咁呢個又講得中喎，因為最近 Donald Trump 都有講過，佢話卡塔爾咧其實有好多嘢做得唔啱嘅，佢同佢哋嘅關係係好緊張嘅。咁就話其實原來咧呢個阿聯酋一路有派一啲說客去做呢一啲咁嘅離間關係嘅。另外亦都話呢個阿聯酋咧同以色列嘅一啲智庫咧係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啦。咁亦都話咧係即係佢哋咧係借助咧呢一個嘅即係穆斯林兄弟會嘅名義啦，就去屠殺啲利比亞同埋也門人啦。咁呢個咁嘅電郵出咗嚟之後咧，即係當然啦，就係令到即係我哋講話
阿聯酋好冇面啦。咁啊，雖然就冇話確認嗰個電郵嘅真實性啦，但係我覺得，喂，你十幾個鐘之前，仲係係咁做啲新聞出嚟，就講話，譬如話其實原來咧呢一個嘅阿聯酋就洗滑手，就唔俾哈馬斯喺多哈舉行一個即係所謂嘅和平會議，又或者佢覺得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沙特咧，其實係即係太過近呢一個嘅穆斯林兄弟會啦，覺得佢咧係借助呢個穆斯林兄弟會即係去屠殺翻其他地區嘅人民啦。喂，我係呢一個嘅沙地，我係呢一個嘅阿聯酋，我梗係即刻要同你斷交啦。咁佢都有咁樣樣嘅嘢。講在沙地阿拉伯的，而且佢係成日資助穆斯林兄弟會嚇，唔係咁都埃及就更加死敵添啦。唔係個問題咪就係你會睇到啊？咪就會睇到，其實佢本身已經有好多嘅衝突㗎啦，即基本上斷交係等一個原因有好多信尼派對哈馬斯唔友好都係唔係第一？但係個重點係咩咧？個重點就係當啲外媒仲喺度講緊五月底嘅嗰單嘢咧，就成為呢一個嘅導火線。喂，而家呢單嘢仲唔撚爆過五月底？五月底都係被 hack 啫。而家半島電視台唔係被 hack 啊，係直頭話佢自己揾到一啲嘅證據啊，證實呢一個阿聯酋同美國同以色列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去離間佢同科威特同埋即美國同科威特同埋呢一個嘅卡塔爾嘅關係啊，咁卡塔爾依家有10,000個美國駐軍度啦，其實依家斷交咧都影響幾大。唔係，但我就話俾你聽，喂，你要知道卡塔爾嘅新聞咧，唔使去抄外媒啊，唔使將啲英文譯翻做，咁就直接咪去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睇。佢邊個就係將英文譯做到中文啊？好多都係啦，其實嗰啲其實你當你睇過台灣，先係台灣譯咗一輪先嘅，或者大陸媒體譯咗一輪，跟住咪到香港啲網即三四手，其實都係咁樣。其實成日啲人做國際新聞都係咁樣樣去做噶啦。咁啊，即係。大致上就係咁樣樣啦，咁呢一單就係其實我想同大家去講嘅。咁啊，其實另外一個想同大家去講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六四事件。咁其實今日我希望咧。咩啊？有冇去啊？我咧因為咧實在太多關於六四嘅嘢講啦，咁喺依度咧其實咧我就只係想講兩個話題嘅啫，可能但係最尾只能夠講一個。咁啊，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即係其實我原本覺得咧六四冇乜嘢講，最有咩講啫？我哋都年年都講咗咁多啦。係啊，但我發覺唔係喎，因為年年都爆一啲新嘅嘢出嚟咧，係令我對於即係六四係會有一啲新嘅睇法嘅。咁啊，另外當然啦，就係亦都係我會覺得即係喺六四嘅過程入邊，其實有好多嘅討論。我成日都以為六四咪就係一個面向嘅咯，我哋對六四嘅史實咪就係永恆不變，就係得一個真相咯。但其實唔係，我都係有好多嘅一啲嘅唔同嘅討論係出現嘅。譬如我依家突然間發覺，原來有好多嘅文運人士都係提出咗一個新嘅講法，就係不要平反六四。咁其實不要平反六四，我哋之前都有聽過，但係有冇諗過全部都係好重量級嘅人士？譬如係我係講梁慕涵啦，譬如我係講胡佳啦，甚至乎我哋講呢一個嘅我叫咩鄧路啦，即係嗰啲都係一啲曾經係直接參與過六四或者係一啲好出名嘅維權人士，佢哋都係提出。我哋唔再需要平反六四。喂，我見到嗰啲譬如即係一啲支持支聯會啊，譬如阿張秀賢啊等好多都話，喂，曾經喺2008年啊，民進黨都提出過要平反六四啊。唔係啊，甚至乎講啊，長毛都係今次嗰個嘅講座度講啊。點解唔平反六四啊？嚇，唔平反六四，唔平反六四，係咪代表我哋唔爭取其他嘢？係咪代表我哋跪低啊？喺度狂鬧。跟住咧，仲有一啲人咧喺我轉載咗胡佳嗰一段嘅即係Twitter 之後啦，有人嚟搞我。佢話：食屎啊你媽！柒柒，咁我心諗，即係當然啦，嗰啲就係嗰啲燒膠或者花膠啦。我懷疑依家香港係咪有啲人根本就唔知胡佳係邊個？可能佢以為胡佳咪熱狗咯，係話唔要平反六四，你仲唔係嗰啲本土派熱狗？你仲唔係嗰啲陳文信徒？如果唔係，點會講依啲嘢啊？我就覺得咧，其實即係首先，即係我有兩個感慨。第一樣嘢就係，喂，原來六四嘅講法其實唔係得一面嘅，係持續咁進化緊，係有好多人提出唔同新嘅講法。點解支聯會從來唔講呢樣嘢嘅咧？第二樣嘢當然就係我發覺原來好多人對六四嘅認知係相當之膚淺啦，相當之片面啦。咁啊，根本其實佢哋唔係好知道係講啲咩。一方面佢哋就鬧啲學生話：，你哋都唔了解嗰啲歷史真相。一方面佢自己所認知嘅歷史真相都係一樣嘅，可能就係啲軍人屠殺啲守門。轉鐵嘅學生咯，但係冇其他嘢啊，可能根本就唔知道，去到六四後期，其實群眾係作出一個好暴力嘅反擊嘅，喂拖曬啲軍人出嚟掟燃燒彈，或者我哋講之前有拆大台，將高智聯全部人罷免曬，所有人就去爭奪嗰一個嘅領導權，譬如將呢一個嘅毛澤東嗰個嘅頭像掟嗰啲漆，佢掟嗰啲油漆，跟住嗰幾條友即刻俾嗰啲學生領袖捉 Q 曬去，交咗俾公安，咁多呢啲嘢係冇人記得。
冇人去留意，甚至冇人去知道。咁我覺得，喂，喺我哋個煉獄恐懼教室，係咪要提出一啲咁樣樣嘅嘢咧？啲人篤灰係啊。咁啊，首先當然啦，即係喺依度咧，我就其實想講一個係比較少人去用嘅角度，就係用經濟嘅角度去睇翻六四嘅成因。好多時候啲人都講六四嘅原因係咩啊？就係要反呢一個貪腐、貪腐、反官倒、官倒、紀念胡耀邦。咁乜嘢叫官倒咧？點解官倒會衍生到一個全國咁大規模嘅一個嘅示威咧？咁當然就係同當時嗰經濟環境有關啦。其實咧，乜嘢叫官島啊？全名係咩啊？咩叫官島？叫官僚倒賣。咁話説咧，喺八九年之前咧，其實七零年代自從鄧小平上台就改革開放啦。咁改革開放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措施就叫價格雙軌制。咁咩叫價格雙軌制？喂，大家知道以前中國企業全部都係國企啊嘛。咁國企咧就係生產啲嘢咧，係以一個固定嘅價格去賣俾人民嘅。咁個好處就係啲人民咧係可以買到啲比較平或者佢哋負擔得到嘅嘢啦。但個問題就係，喂，我國企只能夠用一個咁平嘅價，分分鐘係蝕本價賣俾你。如果要我間工廠賺錢或者蝕少啲錢，係咪越生產得少越好啊？咁結果其實都係令到成個共產主義崩潰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好啦，而家改革開放啦。當時咧，我哋講話咧，其實大家要留意翻就係咧，1988年啦，不過呢個可能遲啲先講啦，就有好多人去建議翻，喂，你一定要行某一啲嘅方式，令到中國人去生產一啲嘢係有個意欲去生產。如果用共產主義，就冇人會意欲生產，做個沙龍唔做個沙龍，甚至做咗出嚟會蝕錢咁點做咧？咁於是有一個叫價格雙軌制。價格雙軌制嘅意思咧，就係咧你可以用官價去生產一定數量嘅商品，呢啲商品就係平價賣俾平民嘅。但係過咗呢一個嘅數量指標之後咧，你生產嘅商品就可以用市價發售。咁你當然就會有個意欲生產多啲啦。咁生產完定價之後，咁如果我再生產額外嘅，我可以用市價去賺錢喎。咁呢個就係個諗法，就係兩全其美啦。單軌雙軌制嘅，即係國家嘅，即係價格比較平嘅，就可以賣俾平民。比較貴嘅，你去市場傾銷，有啲人有錢嘅咪可以買多啲咯。好啦，但係好快有一個問題，就係嗰個官價同民價越拉越遠。因為經濟起飛咧，個個人都有錢啦，或者佢可以揾到比較多錢咧，因為經濟開始恢復啦。咁慢慢佢願意俾更加多錢嘅時候，嗰個額外嘅需求咪會好多咯。好啦，跟住嗰啲廠國企廠咗有咧，官僚又發覺，喂，當個官價同民價相差咁遠嘅時候，我係作為一個廠長或者我作為嗰啲官僚，我可以優先購買嗰啲嘅民價嘅產品，我咪買用民價買咗啲商品，再拎去自由市場度賣，呢個就叫官僚倒賣。好啦，官僚倒賣最大嘅問題咩？就是、原本預咗一堆指定數量，係可以滿足到最基層嘅市民嘅需要嘅，而家冇啊！俾嗰啲官僚買曬啦，你結果就要去嗰個嘅自由市場度競爭，咁所有人湧曬自由市場競爭，嗰、那個價格咪仲高咯。咁結果官價貨品係好少人買到，甚至冇人買到。自由市場嗰個價錢咧，去到1988年、1989年咧，因為當時中國陷入一個經濟嘅即係衰退期，咁就要印好多銀紙去頂住嗰個嘅市場嗰個嘅供應。咁結果咧喺1988年、1989年嘅通脹咧，分別係18.5% 同埋17.8%。我諗大家唔記得咗以前咧中國或者香港都係經歷過好長一段所謂高通脹時期，以前通脹最大嘅問題，以前喺香港有啦，喺大陸有啦，10% 通脹咧係好常見嘅。不過點都唔會離譜得到去有18% 同埋17.8%。好啦，當時嘅社會嘅工資增長係幾多咧？1988年係6.4%，1989年係-1.6%。結果啲人真係頂唔順，要出嚟示威抗議，然後咁啱胡耀邦逝世，就引爆咗成為成個學生運動。其實學生運動背後就係有一大堆嘅市民支持，就係因為佢哋好痛恨嗰啲官僚倒賣，令到佢哋比起生活係比以前共產主義時期，甚至改革開放以前更加慘。好啦，其實1988年咧 ，Milton Friedman 去訪問咗中國啦，去見咗趙紫陽啦，佢已經提咗價格雙軌制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你唔可以唔解決佢嘅。但個問題就係當時中國我頭先講話陷入一個經濟困難時期，你唔透過印銀紙咧係拯救唔到嗰個市場啊。咁結果就係引申咗呢一個嘅悲劇。喂，呢個悲劇你會發覺係好似而家嘅中國㗎，我哋又要透過不停咁增加貨幣供應去支持住嗰個經濟，如果唔係就會跌咗落嚟。只不過分別就係而家中國嗰個內需咧就比較疲弱，所以個通脹就唔突顯出嚟。但唔突顯通脹咧，其實個原因唔係因為中國人係有錢或者個經濟負擔到，而係因為佢哋之前儲落一大堆錢，都仲可以搣，慢慢搣落去。但係去到某一個位置，佢哋唔夠錢使嘅時候，或者中國經濟頂唔住嘅時候，嗰、那個貨幣供應嘅通脹效應就會慢慢顯現出嚟㗎啦。咁而家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其實同以前一樣，
中國大陸政府就很喜歡用國企去支持他們的經濟發展、嗯、他們覺得用國家的干預和國家的分配就能夠達到保護到弱勢、嗯、但是六四這個教訓告訴我們這些這樣的干預只是會引申更加慘的一個的、就是、民間的一個生活，而這種民間的生活累積到一個地步就會爆發、嗯、所以平可夫，我講中國有一個很出名的軍事評論家，他就研究過一些數據，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如果中國呢通脹呢再次突破 15% 的話，咁就會再嚟一次六四，或者甚至乎再嚟一次全國動亂。咁當然咧，依家聽好似好遙遠嚇，15%，而家中國的通脹得2-3%。但我話俾你聽啦，只要中國嗰個經濟嘅動力一減低，只要當中國係要再次增加貨幣供應，去頂住呢一個嘅即係市面嗰個需求，或者我哋講啊嗰個經濟嘅發展嘅話咧，通脹一定會重臨。咁而當通脹一去到15%咧，反而就係一個資爆嘅時刻。但中國政府有咩可以做咧？其實冇嘢可以做啊。唔係個做就係你要做翻啲民主嘅改革咯、嗯，你做翻啲自由經濟嘅改革咯，你唔好搞咁多即市場唔好咁多壟斷。係啊，你唔可以干預個市場，呢個先係最大問題。而家中國你左手又搞，右手又搞，個結果咪就係最都係左手交右手。係啊，而家問題就因為之前嗰個經濟增長嗰種紅利啊，仲未搣曬，所有大陸人仲可以支持得到去俾更加多嘅人工佢哋咧，係支撐住呢一個即係搖搖欲墜嘅消費市場發展。但係去到佢哋唔夠錢使啦，或者經濟動力一停嘅時候咧。那個危機就會出現了。好，因為時間關係，我們今次這個連玉孔的教室就講到這裡，下個星期再見。經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現在上來這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我們八大頻道，付費之後還可以重溫所有精彩的節目，記得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的 Facebook 專頁。